最近我家理工男几次表扬与自我表扬说，今年的水果种得太好了。这些硕果累累的画面真的是想要鼓励大家，其实不需要费多大劲也会有很好的收获，但关键的几点一定不要忘记。今天我来分享我的种植体验和经验教训，希望能对你有所启发。疫情前我们基本都是靠天吃水果，所谓无为而治，连浇水施肥都是想起来偶尔随便做做。感谢前屋主留下不少水果树，树龄都在8年以上，有些年年丰收，像你现在正在屏幕上看到的柿子树，有些一年到头也吃不了几个果子，也有些甚至被我养死了，像2棵樱桃树，1棵梨树，还有1棵品种特别好的杏树，只能当火龙果架子了。所以不负责任就会凶多吉少，哪怕是大树。疫情开始后，我们将后院变菜园，也开始对果树投以关注，同时种下了这棵桃树。不少人好奇它的来历和品种，这是一个亲爱的阿姨给的小苗，别人送给她很好吃的一颗桃，她就把桃核埋在盆里，细心照顾到发芽成长，至少在盆里养了1年才转给我。所以这个季节，如果你吃到好吃的桃子，不妨试试从桃核培养，也许会有惊喜，当然也需要很大的耐心。我应该在盆里又很不精心地养了1-2年，所以它在盆里待了总共有2-3年的时间吧。2020年春天种下后并没有开花结果，这其实是对的，小树就应该专注在根系和枝干的生长，到去年2021就表现得令人刮目相看，结了有几十个果子，我们也基本断定它的品种应该就是一种晚熟型的水蜜桃。而今年则是让人喜出望外，都不太介意和松鼠小鸟分享了，这些应该都是鸟吃的，松鼠总是抱颗大桃就跑，并不敢停留太久，一定是被我家小黑所震慑，尽管小黑每天只有午饭前在院子里玩1-2个小时而已。种地下不到3年就拥有这样的大丰收，我觉得其实并不难，无论何时看到这支视频，你就开始做你能做的，都会有用，因为种果树不是一朝一夕的事。首先需要把它种在土壤透气又能保持水分并且全阳的地方，让它享受充足的阳光，这一次性的第一步很关键，会让你赢在起跑线。第二，适当浇水，很多人很勤劳，天天浇水，我是懒人法，用滴灌法滴几小时甚至过夜，一般10到14天才浇一次水，天热时呢1周1次，但每次都浇透，而且要浇在树冠滴水线上才更有效。浇透水真的很重要，它能鼓励根系向下生长，从而汲取地下水源，长成大树后会更少依赖于你来浇水了。我种在盆里的小果树都是跟着蔬菜的滴灌系统频率浇水的，所以如果你种在盆里则需要多浇几次。第三，一定要施肥，每年1-2次就可以，没时间就冬天做一次，我自己有时候在结果期再补充一点磷钾肥。关于如何给果树施肥，我有一期详细介绍，大家可以参考，这里就不再重复展开说了。第四，提前预防病虫害，这个要特别注意时间节点，有些必须在秋天落叶后以及春天萌动前来做，比如真菌类的病害，像桃树卷叶病等，这个我也有专门视频讲解，大家今年秋冬别忘了，等到问题发生就太晚了，又耽搁1年。另外像苹果或梨生虫子也有特定的防治时间，看看我这棵苹果树，今年的果子几乎个个完美，现在虽然还没成熟，但这果子挂满枝头的样子一定也是丰收可期，去年可是没几颗完好的苹果，所以有同样烦恼的朋友可以参考我的这期视频，实证非常有效。另外剪枝也很重要，但这个很复杂，每种果树的方法也许不尽相同，很难一概而论，我自己也还在摸索中，等时机成熟再跟大家详细分享。我现在的想法是尽量将树形矮化，这样容易采摘和管理。这棵桃树现在实在是太大了，没想到它长得这么快，今年要将大枝剪到不超过我的身高，
而且也要短节测枝。另外我觉得搞清楚你的果树是旧枝结果还是新枝结果也很重要，像无花果是新枝结果更多，那就需要大量剪枝。你看我的无花果是剪成这样的，现在已经长成这么大，这是我最中意的大小，手能够到所有的果实，虽然不能很大方的送朋友，但自己吃是足够了。而桃子、苹果等则要适当保留结果汁，才能保证下一年的产量。 YouTube 上有很多针对具体每种水果树的剪枝教程，大家一起慢慢学习吧。果实累累还是有一个甜蜜的烦恼，就是果子太多会把枝条都压断了。我今年出了两期蔬果的视频，到我自己实际操作时，尽管都输掉了上千个小果，还是有很多，明年要更狠心，而且也要注意剪枝，保留合适长度的枝条。如果有兴趣和精力，嫁接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。这棵成功嫁接的枣树第一年就结果了，这是第二年。这边还是酸枣汁，有朋友爱吃酸枣，给他留几颗，之后我还是会用它来嫁接。今年还嫁接成了苹果，这小小的一只都已经结果了。基本上阳光水肥以及病虫害预防大致到位，想不丰收都难，再加上剪枝、蔬果、嫁接等管理手段，会让果树发挥最大的潜力，来为我们奉献美味。种果树我感觉比种菜容易，虽然等待时间长，但更有成就感，大家觉得呢？感谢你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